在現今這個充斥著速食和包裝食品的世界裡面，還要面對各種污染問題和災害疫情，保持健康的身體是最重要的。但是當你在忙碌的時候，很難做到均衡飲食以及良好的生活習慣，甚至不記得吃營養補充品。有時你會不會想啊，如果有些營養補充品又方便攜帶，一包就可以維持健康的免疫力，那就好了。當然行啦，我們都準備好了。悦生蘭的健康隨身包，一盒提供28日份量的頂級營養素，每小包包含2粒抗氧化維生素、2粒核心礦物質、1粒活力鈣鎂片以及1粒細胞基本營養素強化劑，為你提供30幾種維生素和抗氧化劑以及植物營養素，配合美國專利由8種強效抗氧化成分組成的 Incelligence 複合物，經研究證實能夠支援細胞之間的溝通，激活細胞自我保護和再生能力，成為你每日补充基础营养的必需品。健康随身包里面独有的细胞基本营养素强化剂混合着四种强效营养成分，包括橄榄精华，由橄榄果实中提取出来的抗氧化多酚，硫辛酸，有助于其他抗氧化剂的再生，紫檀奇，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研究证实它的生物利用率比白藜芦醇高出四倍咁多，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菊皮素又叫洋葱素，另一种高效抗氧化剂，具有广泛的生物作用，在细胞信号传输里面担当重要的角色。而一粒细胞基本营养素强化剂当中所含的菊皮素含量，相等于四粒抗氧化维生素。加上採用 Yusana Intelligence 技術研製，能夠進一步強化細胞內源性抗氧化保護以及粒線體的再生，有助對抗細胞老化。 Yusana 的健康隨身包獨立包裝，方便攜帶，只要早晚一包，幫助你滋養細胞。打好個底就不怕毒素入侵啦，想年輕有活力就是這麼簡單囉。